我们现在是在剧组的晚饭放饭时间。今天菜有，这个应该是黑椒牛柳，这个应该是不知道什么的鸭子肉，还有我比较喜欢的番茄炒鸡蛋，还有这个莴笋、山药。胡萝卜的一个混炒清炒，现在已经7点了。中午是12点半吃的饭，到晚饭这个时间，差不多过了6个多小时，这就太饿了，所以现在就干饭。我还单独拿了一份。剧组的盒饭，里面有就是什么鸭肝还是鸡肝，还有豆芽，还有酸菜炖粉条。我最爱的还是这个西红柿炒鸡蛋，因为它很下饭。最近公司这个餐标不太行啊，这个营养搭配的不太均衡。新总来快了，我把我们三个人要找谁安排？找食盐局跟我王鹤棣有什么关系？有点小饱了，吃完这最后一口就收工。我说啊，拍戏还是蛮消耗体力的，因为每次拍戏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饿，都能感觉到饥饿感。而且其实，在剧组作息会非常规律，一日三餐就挺好的。最后一口要吃个什么？吃盒饭分享，吃播到此结束，再见，拜拜。